Yo, what's up? 森哥，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Jordan Why Not 0.4 威少四代的实战测评。在视频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千万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我的老观众也请记得点赞、分享或者一键三连。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实战测评的环节。首先还是来看球鞋的外底，在纹路上采用了这种 Jordan 和 Nike 最近几年特别迷恋的小凸点的纹路，而威少四上的纹路排布呢，和欧文、低帮二代、三代的纹路排布非常的像。然后在材质上，我手里这个配色采用的是蓝色半透明橡胶底，前掌中间气垫的位置被涂黑。而在室内场地抓地力的表现上，我觉得这双鞋呢比二代和三代都是有所退步的，而且它不仅是纹路和欧文低帮二三代都比较像，抓地的感觉也很像。这种非常密集的小凸点纹路抓地的特点就是抓地一点都不干脆，有很长的制动距离，在与地面摩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声音。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纹路它的抓地上限比较低，但下限呢却偏高，即使在条件比较好的场地上呢，它也是比较肉的，但就算是吸了一些灰，它也不会滑得特别离谱。但不得不说，这个外底真的是特别容易吸灰，而且一吸就是一大片，打球的时候需要经常用手去擦鞋底。总体的抓地感受呢，我是比较失望的，甚至我在打球的时候有一次差点因为抓地问题而被晃倒啊，险些尴尬。视频里可以看到，面对我队友的加速启动，我在横移过程中两只脚依次出现了滑动，要是滑得再多一点，我可能就直接躺地上了。而它的外底除了抓地一般之外，耐磨也不行。这种各自独立的小凸点纹路打室外水泥地你就想都别想了，条件好一点的室外塑胶你也得考虑考虑，甚至是在室内条件比较好的塑胶或者是木地板上，它依然会有非常明显的磨损。不过好在这双鞋的外底橡胶材质属于中等偏硬，厚度上也是不错的，所以综合的耐磨度也不算是太差。但还是那句话，不建议在条件比较差的外场使用。然后来到中底，这双鞋在配置上和前两代有了很大的变化，把之前全掌 Injected Phylon 加上前掌大面积 Zoom 气垫的配置呢，换成了前掌双层 Zoom Air。 这个奇怪的配置呢，其实也就是为了区分产品线。不过这两块气垫还真有点意思，下面这一块是我们常见的扇形气垫，上面那一块呢，我在看拆解图的时候以为是一块非常小的口香糖 Zoom， 而实际上通过外底上气垫的轮廓图案，还有掀开鞋垫用手去摸前掌，我发现它的前掌这一块长条形 Zoom 呢，面积还不算小，它更像是一张缩小了的扑克牌的比例，只不过跟前两代的前掌大 Zoom 没法比。前掌双层 Zoom 的配置噱头上的成分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先来讲一下整块中底。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它整体的造型、轮廓以及调教。不研究鞋的人可能乍一看它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我跟你说，这双鞋的中底设计是很见功力的，一般品牌是做不出来的。它的中底和外底呢，在后跟和脚尖都有非常明显的上翘，这是延续了威少二三代的设计的。但在四代上，我认为它的调教要比前两代都要更好，过渡非常的自然，尤其是脚尖的上翘，倾斜的角度啊，还有中底前掌的厚度配合的非常好，它前掌的滚动效果是很自然的，但又不是过于激进。后跟外侧这里设计也是比较特殊，中底和外底像在这里被切掉一大块似的，比一般的鞋呢要窄一些。然后我们再来说后跟的这个缓震材质，普通的 Injected Phylon 按上去还算是比较软弹的，但踩上去并没有什么感觉。前掌两层气垫听起来会很厚，但是你踩上去重心并不会觉得过高，是一个正常篮球鞋的水平。这个前后落差感觉前后是比较平稳的，没有明显的前低后高或者是前高后低。然后在中底的内侧改掉了我在威少三里面提出的一个毛病，就是威少球鞋老是内侧这里啊，中底外底做的太过厚实，影响了内侧的启动，内侧蹬地发起力来是比较吃力的。而在这双鞋上呢，前掌的内侧很明显就跟后跟的外侧一样被削掉了很多，所以它的前掌内侧就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内收。这双鞋中底性能我认为最高光的地方就是它对力线的控制以及对于步态的适应，上脚之后它的力线非常的正，而且它整个造型的设计非常适合在球场上的跑动，它就像 AJ35 一样，会让我在场上不自觉地使用全脚掌落地或者是前掌落地的跑法，让我在打球的时候后跟触地砸地的情况基本就没有出现过。所以如果你真的用纯后跟落地来测试它的缓震极限，它的后跟极限肯定是不行的。但真正当你打起球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双鞋的后跟对于你打球时候的缓冲保护是绰绰有余的。最后再来说一下前掌的这个双层 Zoom， 实战几次下来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在没有打球的时候静态下试穿，它的前掌
反馈并不明显，形变也踩不出很多，能感觉到它的两片气垫气压都是很足的。而在实战中跑起来、跳起来、冲起来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气垫的位置其实是非常准确的，回弹的时候速度非常快，韧劲很足，但又不会被踩穿，并不会有很大的形变。而且运动中气垫的状态和中底的泡棉搭配的非常好，不会有很高的存在感，但在你启动发力的时候却能给你非常实实在在的反馈，真的是非常灵敏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鞋面，威少四依然延续了二代和三代的设计。威少鞋的设计风格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大家可以把那四个大字打在公屏上。我手里这个配色其实还是个联名款，是 Jordan 和 FaceTasm 的联名。这个特殊配色还配了特殊的鞋盒，除了威少的 logo 还有这些条纹，然后后面还有 FaceTasm 的字样。有一说一，这个鞋盒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个联名配色在欧洲这边要比普通配色贵10欧元，普通的是140欧，联名配色是150欧。鞋标上还写着 premium 的字样，加了10块钱，配件也是挺丰富的。这双鞋一共有三副鞋带，默认的呢是这个白红相间的鞋带，另外它还配了一副白色和橙色的。我自己打球的时候呢，现在是把它配成这个样子，左脚配了白色鞋带，右脚配了橙色鞋带。那这次的威少四你们觉得外观如何呢？0到10分可以在弹幕里面给它打个分。另外左右两只的鞋带搭配你们更喜欢哪一只呢？威少四不同的配色材质使用区别都比较大，我就简单带大家溜一下我手里这双的用料。它的鞋面主体黑色的部分是一种还挺有质感的尼龙面料，然后灰蓝的这个地方是人造翻毛皮，这个材质是我最不喜欢的材质之一，人造翻毛皮一蹭的话还会起球，真的是经不起细看。鞋舌有点意思啊，是这种和韦德之道八雷锋配色非常像的毛毛鞋舌。另外这双鞋上还有很多的热熔贴片、尼龙条带以及这种橡胶，这个配色的做工确实是挺好的，内侧的这些刺绣看起来也都是很厚实很精致的。总体来看和前两代差不多，都是用料很丰富，结构很复杂，但是经不起细看，仔细一看没有一块是好料。然后来看一下包裹性，看到这个鞋面结构其实看着不太像一双包裹很好的鞋，但实际上脚呢，我发现它的包裹性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的合脚，包裹性非常的均匀，没有哪个地方过紧或者过松，这主要肯定还是鞋楦的功劳，毕竟 Nike 真正的最强科技其实是鞋楦。它的鞋楦呢宽容度很高，领口还有脚背可以开得非常大，任何脚型都可以穿得进去，前掌也是宽窄适中，内外两侧呢也没有什么凸起物会硌脚。而且这双鞋在没有内靴的情况下，把包裹感依然做得非常的完整流畅，鞋舌和内衬之间，前面的内衬和后跟的内衬之间也没有任何的隔断感，这也是相比前两代的一个升级。鞋带孔也是非常的直接容易调整，一共有5对鞋带孔，第一个和第四个是动态鞋带孔，其他的都是普通鞋带孔，穿脱也是非常方便容易的。所以这双鞋整体的包裹性和舒适性在没有内靴的情况下做得这么好，确实是挺难得的。另外补充下尺码，我认为这双鞋尺码正常，我平时 Nike Jordan 都穿44.5码，这双鞋也是一样，建议大家按正常尺码选择即可。然后呢来到支撑性，支撑性这环节威少的系列球鞋一直都非常有意思，它设计的思路呢和传统的堆料啊加支撑都是有区别的，相比于传统的静态支撑给到你肉眼可见的各种支撑件，它的思路一直都是追求动态下的稳定以及对动作的适配，这双鞋也不例外，但是它加入了很多更符合普通消费者口味的东西。而且我之前在威少三实战测评里面提到的问题，这双鞋上面也有一些小改进，最明显的就是中足的这块支撑片，威少三那双鞋基本上就是在围绕着中足那块又大又硬的 TPU 支撑片来设计，很多地方也因为它做了妥协，因为它实在是太刚了。而这双鞋的改进正好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这双鞋中足 TPU 的外侧上翻在内外两侧都有着明显的降低，这就让它的中足不再是铁板一块，它是有一定的扭转性的，有一定的形变空间。中足有了一定的形变能力之后，前掌终于可以加装防侧翻了。这双鞋呢，中底和外底的外扩并不多，但起码往出凸了一点，和之前直接往里凹的是不一样的。这次在静态下也能感觉到外侧的内翻阻力。然后这双鞋支撑表现的另一个关键点就是这里这一片区域，外侧橡胶的上翻，再往上的这一块是一块软质的 TPU 插在侧面，上面还额外加了一块热压贴片，搭配上中底的上翻，多管齐下，球鞋外侧的支撑是非常好的，变向的时候也完全不用担心脚会戳出去，这和前掌内侧造型的设计有很大的关系，蹬地时可以提供球鞋更合理的角度，脚在鞋里面也不再会出现扭转，鞋带拉紧之后可以说是锁得死死的，整个前掌在做各种动作的时候的支撑锁定我都是非常满意的。不过呢，防侧翻在静态下依然不是让人特别的安心，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外侧的这块像是被切掉一块肉一样，在静态下模拟内翻，中掌和后掌的区域是很容易翻下去的，但是一旦你穿到场上开始实战，你就会发现这双鞋整体中足的稳定性是非
非常好的，它提供的依然是那种威少球鞋标志性的动态支撑，它是用来让你往前冲得更稳，而不是站在地上站得更稳的。中足的这一大块异形支撑片也是锁定这双鞋中足的关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抗扭转，可以把球鞋的中掌和你的脚掌中部像扣起来一样。内侧中底的上翻以及内收也是做得刚刚好，能够提供一定的支撑，稳定鞋与脚的立线，又不至于让扁平足感觉到顶足弓。然后球鞋前掌的弯折点呢，也是在最合理的位置。但很遗憾，这双鞋的支撑锁定表现并不完美，最大的问题竟然是出现在球鞋的后跟。让我感觉很奇怪的是，以往的威少鞋呢都是更适合打全场，而这双鞋呢，我却觉得它打半场的时候比打全场的时候要好。打半场由于长距离跑动没有那么多，我并没有感觉它的后跟锁定有什么问题，但一到打全场的时候，这个问题一下就暴露出来了。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球鞋后跟的内衬做得过厚。我早就说过，后跟内衬海绵不是越厚越好的，它的材料其实用得非常不错，是质感非常好的记忆海绵，但它做得太厚就会让你在打球的时候在后跟周围吃出很多多余的空间。另外它后跟的内衬材料在初期也是比较滑的，不过磨合几次会变得粗糙一些。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前几期里面提到的一个知识点，脚踝部位的锁定如果是一个动态孔加上一个普通鞋带孔，那么它的锁定一定会出问题。这双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已经系得非常紧的鞋带，在打一会儿球之后，由于鞋带在鞋带孔处出现串动，影响到最上面一个鞋带孔，它的脚踝周围就会越来越松，最后甚至会出现不跟脚的情况。另外呢，这双鞋我把它换成备用的鞋带也是有原因的，它原配的这种鞋带啊，看着是挺好看的，但是它在鞋带孔的位置特别的滑，这个备用的呢还粗一点糙一点，拉紧之后动态鞋带孔的地方并不会出现什么滑动，这就能减少我在打球中间调整鞋带的次数。后跟锁定不足这个问题，你跑动的越多它就越明显，它就松得越快，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很奇怪它打半场比打全场好。这其实也不是上面你鞋带系得松紧的问题，也不是你系没系双扣的问题，你就记住这种最后一个是普通鞋带孔，倒数第二个是动态鞋带孔的鞋，打一会儿之后后跟周围锁定基本上都会出问题。然后再看一下非实战性能的部分，重量上这双鞋看起来花里胡哨，材料用的也比较丰富，但它重量其实非常轻，我这双 44.5 码单只只有400克，并且由于它非常符合人体运动的造型设计以及不错的包裹性，上脚之后的感觉甚至是更轻。透气的话一般属于中等水平，鞋面比较薄，但没有什么明显的透气设计，透气基本都靠鞋舌上的网眼。至于性价比，我觉得现在的价格还可以，鞋本身也是不错的，如果你是威少的球迷或者是类似于威少的打法，买它其实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单看这一点的话，它并不是当下性价比最高的鞋款。还有这双鞋的耐用性也实属一般，这个外底各种粗糙的场地你就别想了，然后呢过于复杂的鞋面穿久了之后遇到各种刮蹭，也很难保证它不会出现什么脱线之类的问题，反正每代威少好像也都这样。好了，最后再总结一下这双威少4。总的来说，我个人对它的好感度呢要好于二代和三代，在与运动表现有关的设计上，它明显是做了优化，更加完善的。尤其是这套中底调教的水平确实是很高，而影响它最终评分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让我非常失望的外底抓地力，以及不应该出现的后跟锁定的问题。最后，我给这双威少四代的实战性能综合评分是 B+。至于它适合的人群，我认为和前两代大致相同，只不过由于前掌的设计进行了改良，前掌防侧翻的性能也有所提升，它适用的范围可以更加广泛一些，甚至穿它做横移变向的时候也比前两代好很多，所以我认为它最适合的就是2-3号位跑动较多的外线球员。对于爱跑爱跳的朋友，这双鞋可以帮你非常充分的发挥运动能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对这双鞋有任何的看法，可以在弹幕评论当中留言讨论，实战过的朋友也千万不要忘了分享你的实战感受。最后再次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This is E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